细汉时厝嘛，我那是雨水冲甲倒去啊。啊，爸爸妈妈是做工啊人，啊，哥，啥物啊拢无，就是山脚安尼南厝顶就无法度去整理，不得受着受灾人，真正是足苦的。咱伫灾区的时阵，看到因受灾遐尼啊严重，啊，哥无法度整理，我就感觉讲，甲就我以前安尼。因为咱曾经受苦过嘛，即马有能力帮助人，我就感觉讲会当帮助人是上好的。我上深入的两句话就是：福从祸中得欢喜，祸从善解得自在。因为那很多工程在赶的时候，打工都爱我，让你这人去啊。因缘就是福嘛，那我能够来做，我就是有这个福啊，哦。无这个因缘来参悟的，哦，咱就是甲善解啊，你才袂去烦恼，你去烦恼就做了去烦恼就无解自在啊，你家己把你家己，所以讲，对，会做就是好。你看，来这个，来这边用什么？去医院做志工，真的你可以深入到很多的话，上人的用意是，要大家去付出，去学习到调整自己，怎么样放下，怎么样改掉我们自己的习气。所以说，人生只有使用权，你造福别人的同时，最好的回向就是造福你自己。